记以前我们家还进去过一只蝙蝠，特神奇。是吗？对，就是大晚上那会儿夏天，晚上不是开那个风扇吗？对，就老听见那风扇啊，在那块儿就感觉跟风扇撞了什么东西似的。嗯。然后后来当时一开灯，看一蝙蝠在屋里飞，可恐怖。哦，对，然后后来我爸把那蝙蝠打晕了，然后就放生了。